早上好，我是62号选手，我叫王新瑞，来自山东潍坊。首先我带来一段30秒表演。来，同学，你稍微往后一点，你不要站在我们这儿，那个拍不到你了，知道吗？对，你就假装我们在你面前，还是在那个地方。这位哥们儿，看起来有30多岁。在你过去的30多年里，有没有什么人是你不想见到的，或者说是你不愿意提起的？我有个朋友，他最近手头有点紧。你只需要给他一点钱，真的只需要一点儿。可以帮你，你不用着急回答我，你还有时间考虑考虑，等你。好，那个能不能换一种情绪，就是发脾气啊，把你的那个爆发力让我们能看得出来。哥们儿，你最近是不是躲起来了？愤怒，愤怒的情绪。欠我的钱你什么时候还？好的，继续。我找了你多少天了？我跑遍了你所有的能去的地方。快生气！你是不是该还钱了？再愤怒！我辛辛苦苦赚来钱全借给你了，你当我是朋友吗？再愤怒一倍！高利贷都要你逼你还钱了，我的呢？好，你还高利贷不还我的？好了，还有什么要展示的？我可以唱一段歌。好。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，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，让你受折磨，是我给你忘词了。那我忘词没来。不要紧张，你换一首。换首歌。换一首你觉得自己唱的最几句就行，最爱唱的，最擅长的。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好，好了，能跳跳吗？对，行。好，他学过就是不一样，还行，这孩子声音。就注意点就非常好。咱一张了，没人了，他分钟比你难搞。也没到极致，对对。他的声音不好，就是有一项特别强的。好，可以了。OK， 谢谢。你在播音主持学习是吧？对。我觉得以后加强一点你的阳刚之气，好吧？好，可以了。